来到了我们喜马拉雅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一博。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法律小知识：如果乘客在坐公交的过程中发现了空调时标的公交车实际并没有开空调，是可以依法要求退票的哦。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法律小知识：如果乘客在坐公交的过程中发现了空调时标的公交车，坐公交的过程中发现了空调时标的公交车，过程中发现了空调实际并没有开空调，是可以依法要求。之后再算。